迎再次收看给你点上心灯。在上一集我们带您看到了莲生活佛造访花莲的奇缘兰若金舍，弟子传正法师盛情的接待，师徒多年未见，相谈甚欢。传正法师不为外人对莲生圣尊不时的毁谤，他道心坚固，情深意重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在这边圣尊也非常慈悲，特别主动的加持，宣布要为大家做文殊师利菩萨的灌顶，增长大家的智慧，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所有在场的人都得到了最大的福分。感谢圣尊莲生活佛的慈悲，在为大家做完文殊师利菩萨灌顶之后，依依不舍的我们一行人告别了花莲的奇缘兰若。这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具有山地特色风味的餐厅，大家欢聚午餐。这里的菜肴真的是风味独特，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由于圣尊莲生活佛多年未到花莲，弟子们为了把握这个难得的时光，在餐厅唱起歌来供养圣尊莲生活佛，顿时间仿佛现场变成了歌唱接力大赛，大家忘情的欢呼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又美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
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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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。那要去马来西亚唱歌。
是我的情和意，爱不是难永不渝。在这个山地风味的餐厅，我们和圣尊莲生活佛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利用一点点下午的时间，莲生圣尊决定前往花莲文化美术馆参观正在进行的石雕展览。这个临时的行程让弟子又能多有跟师尊相处的机会，大家好不开心，而且也非常的感谢花莲美术馆文化局局长亲自的接待莲生活佛，并且带领介绍所有的展物。这石雕馆是远东第一座的石雕馆，也是台湾第一座石雕博物馆，那我们这次利用这个馆来做相关的展览。这有名的得奖，也是我们在地有十个得奖作品，这其中之一个。造型让我们觉得他是不是很无奈，是什么情况下的怀、啊、孕或者是怎么样的，那个我们可以自己想象时间真的很大，對對對，像我们来讲我们都是很无奈。泡茶鱼啊，红茶鱼，这喜欢舞蹈的是这一辈人，来一下来这是第一个地方文化馆，这个是古董的茶鱼、啊、古董的、啊欸、这个新竹的这个想吃要先吃。好，
百亿，其实已经可以帮我们家族双飞了。太厉害了，真的幸福了，感恩。耶稣啊，唵啊啊啊，为什么耶稣啊，唵啊啊啊，为什么耶稣啊，唵啊啊啊，为什么耶稣啊，为什么耶稣啊，唵啊啊啊，为什么耶稣啊。他们有这个就是思考自己表现，对，那是否完全是用宗教的方式在做法，对，慢慢时间慢慢看，去做拼图，去做梦想，再看一下。一般人也不知道在哪里，那是不是找错？你看，找清什么叫我们去看片，找不到。会啊会啊！来呀、啊！上次就是经典奖，对，是吧？先动手了，先赢。你不要先动手，先动手。我也不能退，也不能进。你一退你就输了。对，所以世界和平，师尊和平，师尊慈悲。一统天下。哦，石敢当是风水的，石敢当是前面有煞，他用石头对着他。就用这个石头来挡这个煞，叫石敢当。一定有造型吗？啊？一定有造型吗？还是有石头？他弄这个就是表示一个造型，石敢当。那一定要有造型吗？还是不一定啊？用石头就可以了。对，这个人生是最重要的水，阳光、空气、水，所以水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对。啊，这样子，大力一点。差不多100多只有，在那个地下，一口100多只，这样，整个家里通通都被他们占住。嗯这是真的蚊子吗？马斯蒂诺，马斯蒂诺，这个是真的，对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对，真的，对，真的蚊子。把它定住了，被定住，定住，你还真定住哎，被定住了，定住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都会忘。不想动了，都不用动了，是不是要减肥？一点点，一点点动，对啦，动不动？大一只哦，不动了嘞。
催眠。哎，你动了，你看，一动它就脚就动了。厉害啊！这个是那个什么？什么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很奇怪嘞哦，我做偏嘞。你搞好做偏啊？我做偏嘛。啊，美国不是很少吗？西雅图没有。啊，对对对对。西雅图没有。大概冰雕。可以走了。我恭喜你，加持一双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哦。感恩。2007年10月16号，莲生活佛参观了花莲美术馆，由美术馆的局长亲自接待。圣尊莲生活佛也以卢胜彦文集赠送，表达最深的感谢以及祝福。谢谢局长的大名呢，跟这个本人一样的，姓吴，哎，口天吴。然后呢，这个属你的属，这个美妙曼姿的姿，吴淑尊，吴淑尊，吴淑尊，辛苦多谢，谢谢。光啊！嗯，不容易，谢花莲美术馆的展物丰富，环境的精心设计，把花莲人文的风貌用最现代、最多元的方式呈现，让我们非常的赞叹以及感恩。离圣尊上飞机的时间还有一点点，东海同修会的同门带着大家到附近花莲的七星潭海边走一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光临了，谢谢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圣尊吹着花莲的海风，仿佛又回忆起青年时在花莲打工的岁月。转眼间，现在已经是64岁了，一切有如梦幻一场。感谢师尊来经营花莲家族。那师尊在师傅给你看。好，谢谢师尊。哎，你拍照会对吗？你跑去哪里？哇，也跑过去，有出去过来。不是啊，你有到别的宗教的地方去吗？别的人家道场去吗？没有。就是网络上有那个有宗教的修复啊，修别人的破网，没有没有，他就帮叫他帮我操作破网，破网还有传承的佛法啊，都已经乱去了，不要唱，所以我一按到这里就知道你跑到别地方去了，只是发 email 而已，我不去，就是忏悔，忏悔，现场忏悔最棒。好，正好了，哎，别杀我北来，穿成的薄皮啊，乱点。从10月14号台东开始北上花莲，在10月16号下午这一天，莲生活佛结束了花东之行。这三天总共去了银海堂、法藏堂、东湖堂、花莲同修会、慈惠堂总堂、石壁慈惠堂、东海同修会、
奇缘兰若精舍。莲生圣尊让我们最认为不可思议的就是，这么紧凑辛苦的行程，他总是保持着一贯的平静，没有任何的疲累感，遇到人潮拥挤也没有丝毫的烦躁不悦，他就是带给大家一种心安，一种祥和，好似平凡的不得了，其实所有的表现都不是凡人做得到。所以真正的成就者，我们用心去观察，细细去体会，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一代名师。各位观众，农历五月十八日正是莲花童子的诞辰，在这一天若能焚香沐浴，诚备花果供养，专一念诵真实佛法习灾赐福经，必能消灾解厄，所求如愿，吉祥圆满。让我们一起来持莲花童子心咒，一起来念真佛经，欢迎您加入修持真佛秘法的行列，0492312992。各位观众，莲生活佛即将在西雅图秋季大法会时传授洗金刚大法，而在卢胜彦文集第201册《大乐中的空性》里，正是莲生活佛将洗金刚的修法仪轨做最浅白扼要的揭露。洗金刚是无上甚深秘密成佛的大法之一，请您一定要研读卢胜彦文集第201册《大乐中的空性》。